一起看球，有一点像我们在那边可以一起看球，播球的感觉，跟你们分享。何老师说，他要他完美是第一次，我觉得蛮新鲜，蛮新鲜，很刺激。看到那个球拍之后，特别刺激，就一定要在现场，一定是很刺激。而且刚刚打，可能是差一点点点，然后我们其实也在这个访问的最后，主场就一场比赛。我要想什么？做做做，我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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